天也结了果子吗？感谢大树之神赐予我如此丰美的食物。去后山耗时，还是别耽误正事吧。去，阿父和南先生恐怕……爸，跟村人的安危。这是没见过的人，上头留准着。收财布。刚才难道？愿山神护佑阿父、阿娘。告诉我什么吗？那是虽然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，消失了，这究竟是？不知道村里的大家现在在做什么？只要再努力一点，就可以回去了吧？不能再让阿父阿娘失望了。木刻工具，这是能消肿的树膏，多备着些。有熊？那是熊？
但那皮毛倒不错。寻草有禁忌之效，送去。老师，徒儿怎么突然消失了踪影？山神护佑，让我总是不需为吃食烦恼。带些莓果回去酿酒。又是这神秘的蹄印，看来这附近应该会有。感谢山神。先帮荣三叔收着吧。前面就是村子了，若是那些人并未闯入，我该如何对阿父和南先生解释？村人不谅解我也就罢了，我实在不想让阿父再因为我而心烦动气。阿星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啊，大叔，我只是想着给你采野果，不小心采着采着就到了这里。野果？这个好像都被熊吃了。大叔，你要上山？啊，年四叔交代。顺道去看看你，你想入村，以你之性，若非有要事，不会私闯。说吧，什么事？事情是这样，他们对村子十分执着，又不思善类。你的顾虑是对的，只是应该更早说。若非你武艺出众，此时早已曝尸荒野。大叔，你就不能直说关心我安危吗？跟我来，村长正与帝都使者谈话，我带你去找宗伯。走吧，宗伯近日身体抱恙，现在应该在服务内调养。这脖子上的果子怎么都腐烂了？原来是你要下山！别靠过来，我可不想惹来恶运缠身。一星，你怎么？啊！我的木架！难道是有硕鼠经过？浣纱的木架也倒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这。我明明没有碰到任何东西。我早上才收拾过的院子，
雨禾哥一定会生气的。又来了。 站住！你来做什么？谁准你进村的？在星。霍大叔，我在山上发现可疑的入侵者，担心同伙潜入村中造成危害，所以……够了！违背禁令还敢找借口？大伙为筹备挪祭，忙得不可开交，居然还来添乱。就是，要真有人潜入，你以为我们这些守村不会发现？ 你来做什么？石头，不准你这么叫我！快滚回山上去！大叔，你让开！不要动手动脚。都什么时辰了，无脸工还有余力吵闹？啊！哎呀！ 看来得多给你们一些功课才是，小飞星，你怎么这么迟才来啊？晚点罚你陪老头子练练手。是，宗伯，为何非要把他叫回村？难道真有人闯进村子？嗯，老头子确实如此怀疑。 你挑几个身手好的，帮着寻寻。这，但还被禀告南先生和村长。有老头子在，你就别操心了。快去吧。宗伯，谢谢你。嗯，哎，谢什么？多给老头子几坛美酒就行了。哎，难得回村，你也别只顾着忙正事，记得。 回家看看，啊！我不去，他的鬼话我才不相信。我们分头行动。嗯，好。大叔，哎，你做什么？放开我！东伯，你今日身体欠佳，先回屋休息吧。 别担心，老头子还要等着看着你娶媳妇呢。你别靠近我！
唱腔哀歌。平日阿父都珍藏在柜中，是懊恨作祟。食人凶兽忍了这么多年，终于要出山了。这银画记录着食人凶兽懊恨的为过酒，懊恨。暗线内好像有动静。那附近前两年才发生的事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别，果子怎么都腐烂了？原来是你要下山。我就说昨儿采的果子。补好的裤子还放在床上，顺便拿回村还给余波吧。屋上有人，我一定要拿到灵武的位置，让万沙对我刮目相看。阿七，这歌声。别担心，有南先生在呢。Thank you.
这是？没错，是幻杀的逃出手段。那进来做什么？谁准你进来的？这是……你明白？叔说忙完回来找我的，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？小贝、阿娘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听闻你回村，我们就赶紧出门来找你。但是我急，小贝比我更急。你看他，你再不和他说话，他都要急哭了。哥哥，我好想你，你也好久好久没有下山了。因为哥哥在山上很忙很忙，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要帮忙打猎，还要保护村子。看看有没有坏人要进村欺负小贝啊。可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哥哥会给村里带来灾难，不准哥哥下山？贝贝，他们开玩笑的，哥哥是自己想要留在山上保护大家的。哥哥，那你答应给小贝的小熊呢？哥哥已经做好了，只是这回下山匆忙，忘记带在身上。哥哥骗人。嗯，抱歉，小贝，哥哥下回一定带给你。真的？那哥哥先陪小贝去看失业之旅。阿娘，村里有了新生儿，是玉英家的孩子。村子好些日子没有喜讯了，大家都很高兴。哥哥，走吗？哥哥还要忙着抓坏人，等抓着了，哥哥再来陪你好吗？好吧，哥哥说话要算话，说谎的是小猪。嗯，说谎的是小猪。抱歉，小贝。哥哥虽然也很想去看看誓约之礼，但此事是不被许可的，只能让你失望了。转个身，
空了的水缸。是山神体恤我家孩子，特别飞行，有近半年没下山了吧？来，陪嘉禾叔说说话。严四叔，飞星，你回村了？是宗伯叫你回来的。怎么样，今天还顺利吧？我又闯祸了。不知为何，那些陶罐总是……阿福和南先生知道之后，一定又会生气。南老他们呀，就是喜欢大惊小怪。什么因为不受神灵眷顾，所以誓约之礼招来祸鸟，导致寺庭倒塌了。还有村子里的大小意外，都是因为靠近你才发生之类的。我才不相信呢！你看，我现在和你这么近，说那么多话都没事，肯定是他们想多了。年四叔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可是，你的手好像肿起来了。肯定是你看错了。哦，啊，对了，宁四叔，这是你先前委托我制作的木器和一些给村人的东西。要是你阿父知道，你除了懂得做饭酿酒、缝纫捕猎之外，连木工也会了，一定大吃一惊。我还要更加努力。有动静了，来了来了，这脚印好熟悉。清浅带水，哼，这足印分明是神兽孵珠。搜了半天，虽然没找到半点神物的线索，倒是遇上了一名大生物。我的赶出去！可恶，跑得真快！孩子，休要伤人！山上的臭小子，无论你来意为何，到我阿父面前好好说明吧。真有闯不准！风鸣村男儿，列阵，拿下！给我拦住他们！挡路！找死！臭小子！此前使役的那些废材不敢近你身，今日新得一凶物，哼，就不信拿不下你的命！啊！居然可以使役如此凶神，他是乌烈。阿星，我来助你。
人面鸮的羽毛竟坚如磐石，无惧寻常刀剑。人面鸮会将灵力灌于全身羽毛。要。阿星。好。多指教。
就是这邪门把戏。哼，本来想找个东西就走，既然你们自己找死，就怨不得我。令神恶徒，休得撒野。竟然有高人在，哼，看我早晚血洗你们这破村。哎呀，还好有两位帝都使者在，真是避村之幸啊。新鹤说的不错，那小子手上的指环绝非凡品。咱们快跟上。此刻不该回村，上山追捕恶徒一样。